Cosmos。嗨，我是宝可梦。大家看看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大社文化出版社哦，因为呢，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本书，我要在这边进行我第一本封面的拍照哦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期待。你看我这身衣服，这身行头，就是特别为了拍这个所谓的封面照，特别去定制的西装。你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是不是还蛮好看的？我喜欢这种有点非常特别的这个蓝色哦，非常的喜欢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这次带了好多的信用卡，就是我看这一次封面是不是需要，就全部都带来了。好帅，对啊，就是为了要拍照，所以我特别去定制。韩版，对啊，这个大概13000左右。对，就是愿意花这个钱，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不穿定制的，应该没有那么好。有变瘦。你比较胖，对不对？有健身的感觉了，对。是因为它合身，它让你看起来比较苗条。韩版肌肉是不是？这让我跟大家是一样胖，对不对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是无声娃娃吗？可以出声呐、啊？没有啊，现在就是还在调整。1、2、3，下巴再低点。1、2、3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少跑户外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黑？当网红没那么容易。难赚死了，做什么都不好赚，哪有什么好赚？你经营 Facebook， 你经营 IG， 然后你要经营那个 YouTube， 对不对？然后你现在 TG 也要经营，对、啊，花这么多时间在做，结果有成效吗？你对着我讲好了吧？对，对他讲，对他讲。没有，你刚刚手势就那样比，但是对着我讲，你把刚刚那段再讲一下。好啦，细数到底有多少平台嘛？第一个就是 Facebook， 第二个是 IG 嘛，然后 YouTube。Press Play 也要做，什么东西都要做，结果成效到底怎么样？根本就不好啊！那到底怎么办？厂商看你不会给你钱啊，所以真的是急就拍台，真的先拍台，第二次还没有追下来。所以你要拿信用卡的吗？你拿各种，就有黑的，有金的，有什么？像这种特色发在我的粉丝页，就是亲近跟粉丝的距离这样子，对啊。不是要专业一点吗？在干嘛？这样来一个，5连拍，对，有高有低好吧？太高了啦，这也要不回。他遇到一个屁孩在那边玩，真的，然后脸还那么黑，很难拍。我要去做美白。来，继续，低一点，左手低一点，来。牙齿，嗨，大家看，这是我们刚刚印完的封面，而且已经上过光了。所以你在下个礼拜一预购跟下个礼拜一在书店上面看到的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当然，我们还是有些小巧思在上面，到时候你去书店可以看，就知道了。赶快！